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君。不晓得你最近有没有周遭朋友得到新冠或者是流感呢？为了要好好的保护我们自己跟家人的安全，其实疫苗接种是很重要的一环哦。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要带大家来认识我们的疫苗接种的重要性，以及该怎么样来注意接种的相关事项。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带大家来好好的保护自己。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卫生局局长张贤正，张局长。小君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局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暖暖区卫生所主任吴美惠。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主任好。第三位呢是我们仁爱区卫生所的护理长董佩琪。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护理长好。要先带大家来看看哦，现在开始我们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还有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开打喽，可不可以一次打三剂呢？一块来看看。基隆市卫生局长张贤正带头到七堵卫生所，同时施打流感和新冠肺炎两种疫苗，左手打流感，右手打新冠肺炎，让长者们安心跟着接种施打。张贤正也呼吁符合资格接种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苗的长者和民众，带着健保卡、身份证以及新冠肺炎疫苗黄卡，就可以到本市51家合约医疗院所以及128处社区接种站接种。那在流感疫苗的部分，我们今天第一批开始，除了我们65岁以上长辈之外，另外如果我还没有满65岁，但是如果我有慢性疾病、重大的慢性疾病、重大伤病，然后或者是罕见疾病，那这些我们今天都可以开始来打流感疫苗。那其他的年纪会陆续开放。另外，在学龄前幼儿、幼儿园还有学校，这些也都在今天可以开始接种。校园我们会进到学校来打。我们呼吁我们的阿公阿嬷，今天开始就可以出来接种疫苗。我们一只手打流感疫苗，一只手打新冠的 XBB 疫苗，就可以获得两大类的这些疾病的保护。符合流感疫苗接种资格的市议员张耿辉也跟着接种流感疫苗，而陆续符合资格经过卫生所医生评估的许多长者们也都跟进卫生局长张贤正的呼吁，同时接种流感以及新冠肺炎两种疫苗。大家惊住，我讲我若会住安尼是好哩，我拢要求安尼啊较好啊。早晚该打的，保护先保护好自己。往年需要年满71岁才能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的长者，今年10月2号开始，曾经自费接种过肺炎链球菌疫苗，并且间隔满1年的65岁以上长者，更可以同时接种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也就是同时间可以接种流感、新冠肺炎以及肺炎链球菌3种疫苗。那今天我们先开始接种的是提供给曾经已经打过、自己花钱打过自费疫苗的，今天开始就可以打肺炎疫苗，所以你可以一只手打一支，一只手打两支，总共打3支针。所以我跟大家阿公阿嬷讲，反正咱今年65岁就会使注肺炎疫苗啊啦，啊只是因为较复杂，咱为着要让大家注较好的，啊先注较好的吼，啊配合中央的时间，卖乱去，所以咱就照通知，有的人10月初咱就开始来注肺炎疫苗。有的十一月底，大部分人十一月底来补助这类肺炎疫苗。好，所以咱鼓励大家站出来注流感疫苗加新冠疫苗，时间到的时阵注肺炎疫苗。基隆市卫生局表示，65岁以上长者只要接种完任何一种疫苗，就可以领取10剂的快筛剂。如果完成新冠肺炎 XBB 疫苗接种，可以另外获得500元超商礼券。打疫苗保健康。真的就是打疫苗保健康，这一次3种疫苗可以一起接种哦。不过很多民众还会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该打什么，什么时候该打什么，为什么有时候我去只能打2剂，不能打到第3剂呢？我们来请教局长。哦，好哦，那谢谢我们的卫生所的同仁哦，那让我在符合资格的时候可以2种疫苗一起来接种。对啊，超猛的。对，我们那个主持人小君说我很勇敢哦。那其实我们是从专业的观点上面来认识这个疫苗，所以我需要打疫苗，那时间到了我就打。那虽然我还没有65岁啦，但是因为我是那个医疗跟防疫人员，那也在第一批接种的对象里面哦。那
但是六十五岁以上就又可以再多打肺炎疫苗哦。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我们现在有三种疫苗同时在开打了哦。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最重视的主题，就是这个流感疫苗。流感是每年冬天开始哦，我们担心流感会流行，然后流感会有重症，所以我们就鼓励大家要接种流感疫苗。那从刚才那个新闻啊，是在十月二号那一天，我们就开始接种了流感疫苗。第一批我们先帮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辈，让阿公阿嬷先来注流感疫苗。阿公有一些人，他虽然还没有六十五岁，我成年了，可是我有一些高风险的疾病啊，心脏病啊、糖尿病等等，或者是我有重大伤病，好，那这个部分，或者是刚刚讲的医疗防疫，或者是我是一些禽类的工作人员，好，这些我们是第一批接种的对象，现在就可以打流感疫苗哦。啊，再来第二种，就是我们已经吼奋战三年多的这个新冠吼 COVID-19 的疫苗吼，那现在是新的突变种的疫苗，叫做 XBB 吼。那这个 COVID 的新冠的 SBB 的疫苗在九月底就已经开始打了，那在十月二号的时候再稍微放宽，到今天开始吼，所有的市民朋友只要可以接种疫苗的都可以来打这个新冠疫苗咯吼。所以这是第二种疫苗已经从六十五岁上长辈到全民接种这样。好，那再来第三个是我们的肺炎疫苗。那肺炎疫苗我们在过去几年我们很多市民朋友，很多议员，然后跟我们市府的市长啊，大家都在关心我们应该要帮市民朋友争取降到六十五岁以上。那今年我们就很认真的跟中央来争取，我们在预算有限的状况下希望中央给我们补助。那经过努力，中央也从善如流，也就让全国都把肺炎疫苗，不是只有少数有钱的县市他们打到六十五岁，那我们也跟进，就可以六十五岁就可以来打肺炎的疫苗了。不过刚才那个画面里面有看到肺炎疫苗很复杂哦，它有的人以前打过了这个疫苗，一种肺炎疫苗只要打一次，可是有两种肺炎的疫苗那以前我们打比较传统的那公费的肺炎疫苗，可是有些人他经济状况许可，他以前就打了自费的肺炎疫苗那个可能是13价、15价，或有些人叫结合型疫苗的，就是我家里有出钱已经主鬼哈。那我们目前已经知道，如果我两种疫苗都要打的话，先打自费，以前自费的这一种哈，这个比较贵一点点的这种疫苗，才打传统的公费疫苗这一个哈，这样子效果会比较顺啊哈。先打一种哈，然后一年后再打另外一种。那今年政府，中央政府也听到我们的声音了，所以就是六十五岁以上都打。那如果都没打过，就先打那个比较好的那一种的哈，13价或15价的这一种。那如果打过了或者是打满一年了，就来打传统那个疫苗。所以第一批呢是先开放给已经打过那个自费疫苗的，他就先来打这个23价的传统的疫苗哈。那接着11月底会再来开放接种大部分都还没打过的人啊，这个比较复杂，我们等一下会再讲一下哈。所以我们公告不煞煞，所以总结一下，反正现在就是我们的所有的阿公阿嬷，除非你有不能打的原因，医生评估不能打，不然你就去找医生评估。那医生评估完，大部分的人可能就可以同时来打流感的疫苗，还有我们新冠 COVID-SBB 的疫苗。那有一些人陆续不同的阶段，等一下再跟大家讲细节，也可以开始来注这类肺炎的疫苗哦。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两种可以打，你就左手一针，右手一针。那如果你三种可以打，那你就会是左手一针，然后另外一只手两针哦，然后隔一个2.5到3公分这样子的距离这样哦。好，那打疫苗遇到了，然后可以打，我们就来打，保护我们的健康哦，不要生病或不要重症。这最重要就是要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朋友的健康。那刚刚有讲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每年都会来进行的流感疫苗。我要请教局长今年流感疫苗的规划是什么呢？那已经讲到那个三种疫苗很复杂，还要讲要怎么打。那我们主要有两大块，然后一个是在卫生所或医疗院所，这个我们等一下也会再跟大家讲细节，让我们基隆市7个区的卫生所都有安排在卫生所里面打疫苗，那也有安排社区的接种站。
那另外呢，我们的合约医疗院所包括医院跟合约的诊所，这些也都有来搭院所内跟社区里面的疫苗，所以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卫生局的网页，然后来了解这些疫苗接种的资讯，或者是跟我们的卫生所来询问，这个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再说明。那另外有不管是幼儿园或者是校园，我们这个会外展去打。那幼儿园已经在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在接种了，那我们到幼儿园里面去帮幼儿来做疫苗的接种，流感的疫苗。那在那个校园的部分，国小啊、国中啊、高中啊，或者是五专的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就跟我们高中同年龄层这些，我们也拜托我们的医疗院所的医师、护理师帮我们进到学校里面去做疫苗的接种。那这个是从那个十月中以后会开始做接种，然后陆续安排，然后安排到接近十一月底的时间，所以就是两大块，有一些来医院、诊所、卫生所打疫苗，有些去社区的接种站打疫苗，有些我们到幼儿园或学校里面去打疫苗。是，所以也有这十一类对象可以来进行这个公费流感的疫苗施打嘛？那另外就是50到64岁无高风险的慢性病人，是不是从1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来施打呢？对，我们刚才讲说，我们现在十月开始第一批打的是65岁以上，或者是说我还没满65岁，但是有高风险的状况。但是如果我是50岁到65岁，那我可不可以打流感呢？也可以，只是我们第一批先打刚才讲的其他的族群。那如果我是50岁到65岁，但是我也没有重大伤病，也没有高风险的疾病，也没有特殊的职业工作，那没关系，我们就等十一月的时候再打流感疫苗。是，所以大家要记住哦，就是对的时间来进行疫苗的接种。那接下来要请局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因为大家最近讨论的沸沸扬扬的，就是今年的流感有哪些厂牌呢？好哦，那我知道我们市民的朋友很关心我们疫苗的厂牌跟我们怎么样提供这个疫苗给市民朋友大家来接种。那其实大家陆续有在关心这些新闻，我们知道今年我们台湾中央政府有认可的疫苗总共有4个厂牌，这个公费的疫苗，那包括有国光、有赛诺菲、有高端还有东洋这4个厂牌。那成人的部分是这4个厂牌都可以，那幼儿的话是其中2个厂牌，然后那在幼儿的部分是其中2个厂牌，那没关系，这个医师护理师会了解。那不过这4个厂牌里面，它都根据中央的资料，它都有经过国家的认可，然后他认为这些疫苗都可以打，那中央也照它采购进来的这个数量配发给我们市政府卫生局，那我们按照那个中央给我们的疫苗，我们就一批一批跟按照这个数量比例发到各卫生所各医疗院所去，那当然他给我们比较多的就会比较多，那例如国光就比较多，那例如他给我们比较少的可能就会比较少，但是会照着这个顺序来配送。那我们就像小军刚才讲的，有虽然我们的那个中央政府卫福部，说那4个疫苗都是检验合格，然后认可核准可以用来接种的疫苗，但是我知道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都会有不同的考虑跟不同的关心。对我们来讲，就是您愿意接，你符合了，你愿意接种疫苗是最重要的，所以如果对您来说每一个疫苗厂牌都可以，那就都可以随时都可以去接种。那如果您觉得你对疫苗有你的考虑，那我们也都表达我们的尊重，所以我们有拜托我们的这些一起帮忙我们的医疗院所跟卫生所，然后我们会来公开告知这个厂牌今天打什么牌子的，对对，今天打什么流感疫苗的厂牌。那因为我们的每一家医院、诊所、卫生所大间其实大大小小，有的还好几个门，所以每一个地方他用贴公告的方式告诉大家，在门口或是有些在里面的桌子，或是有些用口头告知的，我们都尊重，然后看每一个医疗院所他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公开告知我们的市民朋友今天打
什么样的厂牌。那我们的市民朋友如果都这些厂牌他都觉得都可以，那就是去的时间适当，我们可以打就尽快来打。那如果市民朋友去的时间对这个厂牌有不同的考虑，那我们也没关系，就是改天再来，然后再看当天是打什么样子的厂牌，我们也都尊重我们市民朋友的决定啊。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煮的标准应该爱煮的就紧煮，像刚才影片讲的一样，现在我可以打流感，可以打 COVID， 我就赶快打。那65岁以上分阶段，到时候可以打肺炎的就赶快打，有煮那个保护效果会出来，我今年冬天每年吹我就不会丢丢，不管是流感啊 COVID 啊或者是肺炎不会变重症，是真的很重要，就是你符合资格能够来接种疫苗就赶快来接种。那刚刚我们关心的是讲完的是流感，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的是我们的新冠。那新冠呢，现在外国有很多的变异株，那我请教我们的主任也是我们的医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国外都是怎么样使用何种疫苗啊，然后我国现在现阶段是引进什么样的新冠疫苗呢？大家好哈，我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首先其实要先讲的一件事就是病毒的特色就是会突变，只是快跟慢，病毒种类不一样。那新冠已经3年了，它真的是不断的突变。那目前呢，在国外国内其实它的变异株都已经就走到这个 SBB， 大概都是到这里了。那以台湾来讲的话 ，SBB 一直到上个月底都还有占90%哈。那我们看看说，那既然它一直在变，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因应哈？我们的疫苗怎么样调整哈？那在美国的话，它在9/11的时候，它这个新的这个莫德纳，它就通过它的这个 FDA 的这个申请哈。那我们现在引进的是 SBB.1 哈，所以美国他们是9/11通过，9/12就开始打。那6个月以上就可以打了哈，当然就是大人跟小朋友的剂量不一样。那以我们的这个邻近的日本，他们也是9/20就开始打了。台湾呢，我们也不妨多让哈，我们跟上世界潮流。我们刚刚局长有提过，我们是在9月26号的时候从高风险的65岁打起，但是今天呢，它是全民开打。好，那这个疫苗呢，进来这样打。我们比较关切的是它安不安全，好，那事实上这个莫德纳呢，我们已经一路打过来哈，各式各样的哈，从单价、双价，一直到现在最新的 SBB.1.5， 他们是同样的规格做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没有问题。那它的异常反应也大概都是很轻到中度哈，当然因人而异。那疫苗既然是安全，就要知道它有没有效，对不对？哈。那原则上到目前的实验证据显示，它对这个新的 SBB.1.5 对目前流行的不管是 SBB 系列点1.5 点1.16 点2点3点2，反正一直点哈，对 ，EG.5.1 哈，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突变比较大的 BA.2.86， 其实它都是有效的，好，大家不用担心哈，只要是可以打哈，你就尽快的赶快来打。因为统计上以台湾来讲，65岁以上的高风险族群哈，他们的并发症大部分都发落在这个族群，有将近70%哈。所以如果你是高风险，那能够打的时候哈，尽量来打。更何况今天是全民开打，希望大家踊跃的来打。是哦，真的谢谢医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一个 COVID-19， 我们现在打的 XBB.1.5 是非常的安全，对目前来说是安全，然后也鼓励大家打，因为国外的民众也都开始在接种嘛。那要请吴主任跟大家分享一下，除了这一个 COVID-19 的疫苗之外，接种公费的肺炎链球菌疫苗，这是我们的第三种疫苗，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基本上哈，今年的这个肺炎链球菌刚刚局长有提到，有点复杂哈，真的有点复杂，可能要花很多时间讲，有点复杂哈。那这个是我目前在暖暖用到的一个表单，这个表单呢，我是民众来了之后解释完了之后，我让他带回去哈。那这个是分成3个段落，但是民众任何民众来到我这边，我第一件事会上系统。老实说哈，之前的这个肺炎链球菌它有2种，一种是多糖体型的，一种是结合型的。那为什么要打2种？因为其实它的
作用的基准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刚刚局长也有提到，先打十三价，好，因为它十三价还会有一个免疫记忆的效果，然后再追加打二十三价，一定要打两个，效果才会完整，然后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保护作用，哈，所以之前我们打的都是二十三价，二十三价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打了好久好久以前了，什么时候打不记得了，所以民众来到我们这边，我们会先上系统帮忙查查看。他第一剂是什么时候打？好，第一剂知道什么时候打之后，我们才可以分类。比如说，你之前曾经自费打过十三价，哈，那就没有关系。隔一年之后呢，如果很久以前呢，隔一年，那你就绝对可以来打，我们就补打一个二十三价，这样就结束。但是呢，大部分的民众啊，他是没有打过的，哈，不管，因为现在疫苗有两种，一种是十三，一种是二十三。那没有打过的话呢，那11月27号，包括之后都可以带来打，哈。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更多的，因为之前的二十三价是基隆市是开放到71岁，那么今年的10月号开始，就大家就全国都一样，都到65岁，哈。所以大部分他其实有很多他是打过二十三价，那就请他到12月25号再来打。打十三架的，那这样子就完成一个接种的情形。那少部分的人，我们这边还有加一条，就少部分的人他其实因为这个打到65岁，他是从今年的10月2号才开始，所以10月2号之前的，就是112年度的10月2号之前的，我们这边会特别跟他列出来，因为他不是12月25号就可以来打。比如说你是112年今年的元旦打的，那你可能就是要明年的元旦打，因为要隔一年，哈，所以我们会用这样的4条来提醒民众，然后会在上面勾选这张单子，就会让他带回去。那如果说你不方便到卫生所打也没有关系，哈，这个我们的诊所，哈，合约的这个诊所也都可以打，然后施打的时间呢，我们就列在上面，那鼓励民众多打，好，以上的说明。还真的有点复杂，真的就是4个阶段，一个是已经打过十三架的，那你现在就可以来打，因为就直接很单纯就打23架。那你从来没有打过的呢，也可以来，哎，11月才可以来打，大部分人都落在这里，对，大部分的人都在这里，然后你就是来打13架的。然后另外，如果你曾经打过23架的，那你就要到12月25号才能再来打13架的。所以大家要很清楚，如果你真的还是搞不太清楚，其实到我们的医疗院所，大家那我们的医生护理长都会帮你们查，对不对？真的有问题也没有关系，哈，大家打电话进来卫生所，我们都很乐意上系统去帮你查，然后再告诉你，哈。是，然后除了卫生所之外，然后还有一些诊所有合作的诊所也都可以查，也都可以来进行我们的肺炎链球菌之打。那肺炎链球菌打这支是很重要，对不对？没错。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啊，肺炎链球菌除了我们知道会引发肺炎之外，它会有很多的并发症，包括脑炎、败血症，这都是很严重的，尤其是对着上了年纪，然后再加上天气变冷，哈，那并发症的机会会很高，所以有疫苗打，当然是要鼓励大家来用。对，真的，大家只要资格符合都可以来打。而且我知道之前很多人都是打那个肺炎链球菌来抗那个 COVID-19 的。对对对，前三年是这样，没错吗？的确，的确，因为它预防的就是并发症。是，好，就是在那个。比较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新冠疫苗的时候，那我们就希望说，当然最好是不要得新冠啊，但是如果真的得了，不要得到并发症肺炎，所以那时候就是有一些研究哦，去发现说，那我还没有那个新冠的疫苗可以接种，但是我先打肺炎的疫苗，我就算得到，我也不要并发肺炎，然后并发重症这样子哦。好，那不过刚才的这一段哈，就是。哇，那就是您公开起来是像无煞杂，真的很复杂。不过我觉得我们那个吴主任跟那个小军已经很清楚了，帮我们市民朋友做说明。对啊，不过我还是因为像我这两个月每次跟我们的不管是卫生所或医院诊所的医师在讨论疫苗的时候，我就一直跟他们谢谢，然后代表市民朋友跟他们说谢谢，因为今年确实是很复杂。那对市民朋友来讲会有很多的疑问，那也谢谢我们这些市民朋友有耐心，对于医院的那个诊所的医师护理师，然后再要花一些时间查，花一些时间跟你说明，然后或者是说 OK 那题
但是拢讲我会使做，结果去讲我今仔袂使，到十一月底还是十二月底，可是 是有道理的啦吼。那所以就是拜托我们市民朋友跟我们医护人员讨论一下啊，也谢谢我们医护人员有耐心的帮我们做这些查询跟解释吼。今年是一个很注重这些疫苗来预防的一年，但是也要拜托大家互相体谅、互相帮忙。是，真的要谢谢我们的医护人员，真的太有耐心了，因为真的有点复杂。那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是，你到我们的医疗院所或者是卫生所来接种的时候，应该要带哪些证件呢？还有要不要付费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护理长。主持人好，大家好。有关于我们今年哦，你只要是符合这个公费流感疫苗的资格的话，那你要来打疫苗，你当然一定要带健保卡喽。带健保卡，如果你是幼儿，你就要带儿童手册，好，这个相关的资料，还有一些你的身份的证明，这个是最一定要带的。那因为今年的流感打流感的这些身份，在第一阶段呢，除了我们所知道的65岁以上的长辈以外呢，好，还有幼儿，那幼儿园我们会到幼儿园去接种，这些都是要准备健保卡，还有他的幼儿手册。那如果是像一般，如果是有罕见疾病，那你可能就要携带你的罕见疾病的一个证明啊。现在健保卡上面是有注记重大伤病，好，我们从健保的身份也可以查到您的打的资格，好，以上这样子。哦，好，那有的民众有问啊，就是都不用带费用吗？要不要带钱啊？哦，卫生所啊，目前是没有收挂号费。那现在医疗院所呢，它原则是可以收挂号费的啊。不过据我们所知，我们本市的很多的医疗院所，它很多一大部分是不收挂号费的，这些都是可以查询。那我们这些资料能够在我们的官网，还有我们的一些网站 FB 上面都可以看到哪些医疗院所它可以接种，然后哪一些不收挂号费。是，好，这是大家要记得。那在要跟各位市民朋友说明哦，因为在那个新冠疫情最严重的那三年，然后那其中有疫苗打的后面这两年哦，那政府有编那个预算哦，帮医疗院所补助这个挂号费啊，所以那时候那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人都说啊，我去打疫苗啊都不用挂号费啊，因为那个政府有出啊哈。那不过因为新冠的那个疫情最严重的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那个。目前我们的政府是没有编预算在补助这个挂号费的，然后那所以我们其实是尊重每一个医疗院所去针对他们的流程做设计，因为原本收挂号费就是一个合理的医疗的费用，所以不论他有收挂号费或没有收挂号费都是合理的，所以就是不是说政府有给他钱了他还另外再收挂号费，因为政府已经没有在编这个挂号费的预算了。他说我们还是很谢谢这些医护人员没有在这个中央政府编的挂号费的状况下，还是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疫苗的接种。我刚听哦，就是每一个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了解跟说明，所以一个合理挂号费的收是目前在过程中可能有，而且是适当的，那就大家互相来帮忙，让这个疫苗可以打得更顺利。是，真的要谢谢医疗院所。那接下来要问一下我们的主任，我们的医师哦，为什么每年都要打这个流感疫苗呢？而且流感疫苗流感得到的跟一般感冒又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主持人这个问题哦，很多阿公阿嬷都问哈。所以我们那个流感的疫苗的那个标签上面啊，每一年标的，像今年就贴一个蓝色的底，是写112，每一年就是把今年的年度标上去哈。那我刚刚有讲，新冠它是一个突变很厉害的一个疫苗，那流感呢，它也相当厉害哈。那流感跟一般的感冒不一样，一般感冒你可能就是一个呼吸道的症状，可能微微的发烧，但是流感除了高烧之外，全身酸痛，那更糟糕的是它严重的时候，它有时候会有一些并发症，像肺炎、心肌炎、脑炎、脑膜炎都来哈。所以这个，但是对于流感来讲啊，预防它永远是胜于治疗，所以。预防最重要就是要打预防针，打流感疫苗哈。那这个因为它变得很快，所以每一年其实都要打。因为我们现在的流感疫苗是所谓的4价，
两个 A， 两个 B， 这近年来都是这样的哈。以前大家还会为了打四价去自费，好，那现在其实没有，这几年都是四价。那两个 A 两个 B， 其实它里面还会有变异，好，每一年会根据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它的这个data 的这个整理之后，然后去挑选最适合的来做成一个新的疫苗。那这个疫苗打了呢，根据每个人的免疫力状况不一样，当然它会产生抗体，但是每个人抗体的量多寡、维持度的时间长短不一样。那通常大概3到6个月，它也就会慢慢的抗体会下降，相对就是保护力没有那么好。所以啊，提醒大家，流感一定要每一年打。像今年来讲，年初的流行的是 A 流，但是到现在已经慢慢变，目前好像临床上 B 流又会比较多了哈。所以你不要说我年初得过流感，我今年不用打了，不对，你还是要来打哈。是，就是鼓励大家一定要来打，这样子才会有保护力，避免并发症跟重症。是，局长。好，我们的吴医师吴主任把那个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哦，然后所以如果我们市民朋友有认真这样一路听下来的时候，他前面告诉我们说，因为流感跟 COVID 一样会变异，所以应该要每年再打。那可是有些市民朋友脑筋动得很快，他说，哎，那如果今年没有变异，我是不是今年就不用打呢？那结果那个吴主任吴医师又马上告诉我们说，哦，没有，因为每一个人打了这个流感疫苗之后，那个效果可能几个月、半年，那大部分不会到一年的时间。所以就算如果有一年，它变化很少，那个世界卫生组织推测说会流行的病毒株跟前一年是一样的，或是里面大部分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我的那个免疫力也已经又下降了，所以就还是要打。所以吴主任把这两件事情的考虑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重点就是吼每年都要打一次这样。哎，真的，因为以前人家都说会有那种瘟疫大流行，瘟疫其实就是类似流感，现在流感，所以每年呢，大家都要好好的保护自己，最好的就是要来接种疫苗。那我们要请教护理长喽，今年除了打针的时间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来接种呢？对的，那我们今年呢，在各区的卫生所，我们的打针的时间都是在平常日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1点。好，这个时间是我们在卫生所的打针时间。那其他呢，我们有在今年10月份的安排到各社区各里，好，一共有超过了有128场次的一个量，跟各里的里长，还有各里的这些有些是一些干事们他们的合作，因为他们也很希望我们的长辈能够就近的就能够接种流感。所以也希望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些的时间点呢，如果大家有一些需要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官网还有我们的 FB 也可以打电话到卫生所来询问。那因为我们打流感呢，常常有一些老人家家人会觉得说很不方便，那也没有办法离开家或者很行动上面的一些受限，那我们也可以提供车来速的方式，那就是你的车可能到了卫生所门口，那我们医护人员我们可以过来帮你做服务，用这样的方式来减少你们的不便。5秒结束。对对对，所以也主要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打流感。哇，这车来速听起来真的非常方便哦。但我想要请教的是，每个基隆七区每一区的卫生所的车来速都一样吗？车来速的服务啊，因为我们现在卫生所大家真的是为了老人的方便，那我们在中正区，好，中正区卫生所，因为它的区域在2楼，那2楼它可是它有地下停车场，如果说真的有需要的话，它可以跟卫生所通知或者是打个电话联系，好，方便他们家的长辈车子可以开到地下停车场，可以有至少半个小时是免费可以让他来在底下帮忙他的。好，那如果是在七堵呢，因为七堵他在他外面的那个马路是很方便的，好，也是可以坐车来速。那在暖暖也是可以就在卫生所的门口有车来速，那仁爱卫生所的门口也是可以直接有车来速的，那中山也同样的，安乐区他也是有停车场，也是要打个电话跟他们说一下，他们也是很乐意帮忙的。那信义卫生所不用讲，他也就是很方便，就在那个信义路上面就可以。所以车来速是随时去都有，还是要打个电话提醒？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家里的长辈尽量出来，如果您能够自己走过来的，或者是家人带过来进来到卫生所，当然是我们是主要的长辈的方式了。
真的没有办法离开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额外的服务。是，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卫生所真的好贴心哦，局长。对，那对啊，不过我们那个，因为我们在打疫苗的时间，然后我们这些那个卫生所的医护同仁都非常的。很多个案，很多阿公阿嬷要照顾，就是那个同一个时间，所以其实虽然说，我们互相方便，但是还是要有家里的人陪同，然后到那个定点之后，事先联络，然后到定点的时候，还是要有家人把健保卡等证件，刚才讲的这些证件带到卫生所里面去把这些程序做完成，然后我们才安排我们医护人员做适当的协助，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医护人员的能量能够尽量照顾越多的人，那所以就是如果可以，不管是我自己走或有人帮忙扶一下，或者是推轮椅，那可以到卫生所里面，那这个还或者是社区接种站到医疗院所，这个是第一优先，但是如果真的行动不便有困难，那有家里的人可以陪同帮忙来完成这些程序，那办完之后，那也邀请我们的医护人员到车边来帮忙，那这个是保留给特殊需要的市民朋友。但是再强调一次，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就是最重要，我们就是希望每一个市民朋友应该要接种疫苗的，也许方便，也许有一些不方便，都能够接种到疫苗。是，就是要鼓励大家来接种疫苗，所以卫生局很贴心，都想到了，如果行动不便者，居然也有提供车来速这一项服务，所以就鼓励大家。那另外呢，也有听说，就是这一次你来接种疫苗，就可以送500元的抽奖礼券，还外加10盒的快筛试剂，这是什么样的那个福利呢？是的，我们今年的如果来卫生所接种疫苗。今天有打流感疫苗或者是 COVID 的疫苗，任何一种，对，任何一种，一种就10剂，就另外再送你10剂的这个快筛剂。其实快筛剂有些老人家会说啊，温出来就贼，我下面个狗喉啊。可是呢，快筛其实是让你能够马上知道，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有感冒的症状，那你也不晓得你是得了 COVID 还是流感，那快筛就可以来做很快的辨识。好，所以快筛还是有它的用途的。好，这个就是我们提供的啊，每一种就会有10剂送给这些我们长辈，这样是，所以局长，对我们不过因为那个虽然刚刚那个护理长说很多人都说我们那个快筛很多，但是也不是无限多啦，所以目前的政策是送给65岁以上的长辈，然后就是我打其中一种疫苗，然后65岁以上，那我就送10剂，流感送10剂，然后那个新冠的送10剂，然后。肺炎可以打的阶段的时候去打，那也送10剂的那个快筛，三个都打就30剂，对。那另外在那个，因为 COVID 的原本的接种计划到目前还有一些预算，那我们也可以提供打 COVID 的这些市民朋友，然后那个65岁以上有500块等值的这些卫教品那可能是礼券或者是其他的卫教品，所以如果我65岁以上，那我打的其中一种是 COVID 新冠的疫苗的话，我除了得到10剂快筛，我也会另外再得到那个500元等值的卫教品，所以那刚刚那个小军用的是盒，然后因为确实目前那个之前中央买的那个快筛很多都是一盒一剂，然后所以我那个拿起来看起来就好像就澎湃，会带很多东西回家，这样子一整大袋，是是。所以就是鼓励大家，所以卫生所很用心，又推出了那个车来书，然后还推出了这样礼物要送给大家，就是要鼓励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医生了。刚才我们其实之前有提过流感跟一般感冒的一些些微不同，但是呢，流感的并发症其实很多，很恐怖，是不是可以跟民众介绍一下，就鼓励大家要来接种疫苗保护自己？我说明一下哈，一般的流感我们知道就是一个呼吸道的症状哈，打个喷嚏，流流鼻水，咳嗽这样子哈，就是一般感冒，也许有点轻微的发烧，但是流感不一样，流感它是很凶的，它会高烧，全身酸痛哈，然后呢，它会有比较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它会并发肺炎、心肌炎、脑炎。这个都相当严重，尤其是如果你本身的免疫力比较低下的，那这个发起来更凶。那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说高烧超过3天以上，那就不要在家里
在验了哈，就是会建议应该去还是就医哈，因为到医院之后呢，医院他可以帮你验一看到底是 A 流、B 流哈，那尤其是要为了要避免并发症，对，各式各样，甚至说前一阵子中南部比较多的这个登革热哈，因为它也是可以验的，对对对，所以它也是用发烧跟全身酸痛来表现哈，所以当你搞不清楚，一般来讲建议，如果你高烧到三天，真的那个高烧很难过，超过38.5度就很不舒服了，好，所以是发烧的时间只要稍微长一点，都建议就医哈。那所以大家都要记着。感冒就是感冒，流感就是流感，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登革热就是强度，对，强度差很多哈。所以其实话说回来，还是要鼓励大家哈，有疫苗可以打就赶快去打，好，那就多一层保护，那减少这些不愉快跟不必要的这个并发症。是，那就大家会很好奇啊，就登革热在南部这么昌盛，那我们在北部其实是零星，那我们还现在还有吗？登革热的现在一些零零星星，零零星星，但是我觉得预防登革热主要还是要从我们的这个居家环境来做起了哈，因为很多人喜欢一小块地就种一点东西，那因为要浇水就放个水桶在那里哈，那其实这个是比较不好的习惯，在里面养青蛙之类的，对对对对对，养绝绝哈，所以我最近卫生所的这个同仁啊，大家只要接到这个有人来这个打电话来告诉我们说啊哪边有这个积水啊什么，他们就要。哪怕是假日都要出去加班，就赶快去把它倒掉，然后必要的时候就投个药，先把那个决绝先处理掉。所以其实养青蛙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态解决办法之类的，对不对？那呢，我们要请教我们的刚刚说到行教局长，就是其实要保护自己，其实有很多方式，除了接种疫苗之外，然后另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市民朋友呢？好，那不就是刚刚讲的话，我们就是其实。流感跟一般的感冒不一样，然后所以我们其实最重要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得到流感。那刚有强调一件事情，我还是要再厘清一下，就是我们那个他说为什么要到医院才能够做检查，因为我们目前的那个快筛，虽然不管送10支、20支、30支那个家用快筛，在家里面我们适合使用的快筛，目前因为新冠那时候全球大流行比较严重，所以发展家用快筛只有那个新冠 COVID-19 的这个疾病，然后那其他的流感或者是刚讲的登革热的快筛，这个要在医疗院所里面来操作，所以当我如果怀疑是 COVID， 那我在家里面 COVID 的快筛，新冠的快筛可以做一下，但是如果不是，那但是症状还是发烧酸痛比较严重，那这时候当然就会到医院里面去就医。不过刚才小君最后问的这个还是蛮重要，我就是照顾好我自己啊，我就是不要得到这些疾病啊，那我就不用等到不舒服的时候才去分感冒流感然后什么登革热的一大堆。那刚才登革热我们那个吴主任有跟我们讨论的，就是有积水的容器，然后真的有办法养青蛙的应该没办法，就没几个，所以很容易就会变成养绝绝，所以就不要有任何积水的容器，寻一寻把它倒掉，清洁然后刷干净倒置这样子，那个不要有积水。那其他的这些呼吸道的疾病，那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勤洗手，然后如果我有呼吸道的症状，我就会戴口罩。那或者是说我虽然没有，可是我去人比较多比较密集的地方，那我抵抗力没有那么好，那我也戴口罩这样。所以勤洗手啊，戴口罩，这个其实是我们在那个新冠的那3年多我们都学会的事情，那现在又来了流感季节，又来了冬天，这些一样都是很受用的。所以就是把手洗干净，然后把口罩戴好。那因为现在虽然没有规定说得到新冠的一定要在隔离啊，或者是在家休息，那但是如果你的症状比较明显，那当然出门就一定要戴口罩。那如果工作可以调整，可以自己请病假，那也是可以的。所以就是戴好口罩，尤其是在有呼吸道症状不那么确定的时候，那或者是出入比较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尤其是到医疗院所，现在都还是应该要戴口罩的。好，那最重要的就还是要打疫苗，然后就是那个今天我们的那个主题就是要打疫苗啊，就是如果我已经把疫苗
打好打满，那我就然后又再加上自己的这些照顾自己的方法有做到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避免我得到这些疾病啊，所以最重要的是打疫苗这样子。是，哎，说到打疫苗，就真的还要再跟大家来呼吁一下，我们还有十几分钟嘛，就是疫苗今年真的很特别，就是三种同时开打，但是你要符合资格，你就可以打。那我们再跟大家捋一捋，再捋清一下，到底什么样的资格可以打什么样的疫苗？我们要请教局长，好不好？好，那个。我们又要来再复习一次哦。刚才那个小军一开始有带着我们看过那个影片，然后来我们的那个吴主任也有带我们介绍了那个肺炎的疫苗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三种疾病这三种疫苗里面不断的在重复，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来重视这三种疫苗。因为刚讲的哦，我就是想到我要等到得到了，然后我才要去不管家用快筛或者是去医院里面筛检，那这样子也很麻烦哦。然后如果我得到了，然后要不要请假？这样子也很麻烦哦。然后所以最好的就是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哦。那洗手口罩，那最重要的打疫苗这样。所以今天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希望我们市民朋友听完之后，那就去打疫苗这样。那刚刚也讲了，我们疫苗其实是方便的，等一下会跟大家强调一次。那我们今天介绍了三种疫苗，我刚刚一开始有示范，我就打了两种疫苗的这样子。有人会问我说，你打完之后有没有怎么样这样子。我就说有啊，你那天我早上去卫生所打疫苗啊，你下午还是看到我跟你开会啊，讨论事情啊，当天晚上第二天也都还是好好的这样。那天去打疫苗的时候，就跟那个卫生所在排队的阿公阿嬷说，阿公阿嬷，我今天来吃，我先去住看看啊，你有没有看我一边住两种疫苗会安怎无安尼。那当然这个是半开玩笑，然后就是疫苗可不可以接种，该不该接种，是原本就已经有这些专业的判断了。不过阿公阿嬷也说，好，那个局长你先去打，你先去打。然后就在他们还那个正式开打前，20分钟到就先去帮忙做这个疫苗的测试这样子。那所以其实我们基于这些专业跟国际的经验，我们不管是两种疫苗一起来打或三种疫苗一起来打，都是我们建议要的，而且是专业的安全的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讲的哪三种疫苗呢？第一个就是流感疫苗，第二个是新冠的 COVID-19 的疫苗，第三个就是我们肺炎的疫苗。那流感的疫苗就是我们每年要打的，刚才那个吴主任吴医师有跟我们强调啊，打了可能两个星期之后效果慢慢出来，可是可能撑几个月、半年、一年后效果就没有了。那它每年会有一些变异，这个是我们每年都在打的流感疫苗吼。那这是第一种吼。那流感疫苗呢，它目前开始接种的吼，就是刚讲的，包括我们的长辈跟我们虽然还没有满65岁，但是是高风险族群或者是一些特殊工作我们考虑。那其实今年我们对于这些怀孕的那个孕产妇，还有6个月内的婴儿的父母，因为刚那些在肚子里面的宝宝或者是刚出生的宝宝还没有办法透过他自己这个宝宝自己被打疫苗得到抵抗力，那如果他的妈妈怀他的妈妈或者是刚生下他的妈妈打了疫苗，那乳汁里面有一些抵抗力可以被那个宝宝吃到，那这个也是我们第一阶段的。所以第一阶段就是包括我们刚刚知道的阿公阿嬷，然后还没有满65岁但是是高风险疾病或重大伤病等等，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一些特殊相关的跟医疗工作、防疫工作或者是禽类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再来就是这些宝宝的爸爸妈妈们，那这些是我们流感疫苗。那刚才小军也有提醒说，局长你没讲到说那个50岁到65岁，那个到11月的时候开打，我们会再呼吁大家。好，这是第一个哦。那我那天打的第二个疫苗呢，是 COVID-19 新冠的疫苗。那 COVID-19 新冠疫苗，刚才我们的那个吴主任吴医师也很厉害哦，他介绍的很细致哦。如果大家今天有记得COVID-19 SBB.1.5， 然后就已经很厉害了。可是我们那个吴医师有跟我们讲很多的变异哦。那我们可能大部分的市民朋友
记不得这一堆的变异，但是吴医师跟我们讲的重点就是，目前这个 SBB.1.5 的，目前我们开始在打这个疫苗，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已经开始接种了，而且对于这些国际跟台湾目前在流行的这些变异株，效果保护效果是很好的吼。好，所以这个部分，那原本呢，我们在九月底的时候一样是先打65岁。目前已经开放到全民都可以来接种这个新冠 COVID-SBB 莫德纳疫苗哦，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打的第二种疫苗。好，再来打的是第三种疫苗，第三种疫苗讲的是肺炎的疫苗。那肺炎的疫苗也是刚才我们那个吴主任吴医师也跟我们讲了很清楚哦，我们他用他在那个卫生所帮民众在做评估的时候，然后就先去查询。那我们刚刚有强调，今年哦，已经不是跟以前一样要75岁或71岁才可以打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今年是满65岁就可以打肺炎链球菌疫苗。但是因为有两种类的疫苗，一种是传统的我们这个多糖体的23价的疫苗，以前公费的疫苗，一种是今年也被加入的，那以前很多人是用自费去打的这个结合型疫苗，它是13价或15价的结合型疫苗，它以前是自费的。那在专业上面，这个先打这个结合型的13、15价以前要自费的这种疫苗先打，然后之后一年后，只有少数人要急一点，大部分人是一年后再来打我们以前打的这个公费的23价的多糖体疫苗，这样子是比较建议的。那大家当然如果认真听，我们有听到说那个流感每年都要打啊，那个 COVID 的 SBB.1.5 可能就是也不确定以后会多久啦，看起来可能是每年，或者是说如果又有变异的时候短于一年，但是至少不会像以前一年就打好几剂的啦。但是它也是一个要因为变异然后就要重复再打的疫苗。但是肺炎没有，肺炎如果我满了65岁我才来打疫苗，这两种疫苗不管是以前传统的公费疫苗或是以前是自费，今年也纳入可以来补助的这个这两种疫苗都是只要打一次就好了。所以我只要打一次，那当然打一次希望效果赶快有效果，当然就是今年就来打啦。所以就是这两种疫苗我都应该要打。那刚才有讲我们优先开放的，就是以前我已经自费打过结合型13跟15或15价的疫苗的，那现在来打这两种疫苗的时候就可以顺便打第三种肺炎疫苗。那这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打过自费的13价疫苗，所以我现在要打的就是23价的多糖体疫苗，就是以前打的这个。那这些呢会优先，那那个卫生所啊医疗院所的医护人员都会帮大家做查询然后跟做说明，那也谢谢这些医护人员跟市民朋友的耐心。然后有些人查询完之后要再跑一趟哦，没关系，因为我们比较多的65岁以上的长辈是落入这个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就是我其实两种都没打过，我以前还没满71岁，所以我没打过23价的疫苗，我以前也没有自己花钱去自费打，所以我也没有打过13、15价的疫苗。那这一个阶段呢是在11月底11月27号的时候开放，那所以如果医疗院所的医师也跟你讲说对你就是大部分的人的这一群，然后你满65岁了，那欢迎你在11月27号之后那就可以来打这个。那刚再讲一次啊，我们就是先打那个13价的结合型的疫苗，先打这个效果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好，那如果我是71岁以上或者是75岁以上，我以前已经打过公费的23价疫苗，那这时候我要再补的就是我没打过的那个，虽然我来不及先打那个13价，但是没关系，还是要再补，再补还是有它的好处的，也一样只要补一次。然后我已经打传统的公费疫苗已经超过一年了，那我在今年的12月25号以后我就可以来打这个13价的结合型的疫苗。那这个也是在刚才讲我们很有耐心的医师护理师会帮大家查好，那我就知道说啊，我是10月27号以后来打还是我是12月25号以后来打。我上次还有跟一群那个阿公阿嬷那个开会啊，他们就跟我讲说局长，可是我那个11月25号要出国一个礼拜，
那我这样是不是就打不到？我说没有没有，你只要在11月27号以后你回来了，那你的那个阶段已经开放了吼，你就还是可以再到我们卫生所或医疗院所来补接种这样子吼。好，所以这个是肺炎疫苗的部分吼。那我觉得我那天打完两针之后讲的看冷灯吼，所以就是65岁以上就可以打肺炎疫苗，只是我们分三个阶段的来开打，然后一定要打，但是就由那个医师来跟你做评估哈。那有些人现在打，有些人11月底之后打，有些人12月底之后打，但是就是65岁以上就是要打到这种。好，所以如果我65岁以上，那我今年呢年底就会打了这三种的疫苗，我会打了流感的疫苗，打了那个 COVID 的SBB 的疫苗，然后也会打这个肺炎六球菌的疫苗，分阶段。那如果我不是65岁以上，会依照我的风险族群或年纪，那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来打这个 COVID 的疫苗。今天不是讲给阿公阿嬷听而已，全民已经都可以打 COVID 的。如果已经之前打已经打最佳已经超过3个月以上的，我现在就可以来打这个 COVID 的疫苗 SBB 这个新的疫苗。那当然如果符合我的年纪跟我的风险族群的时候，我就也可以来打这个流感疫苗。所以我没有满65岁，有些人可能是打 COVID 新冠疫苗一种，有些人是打 COVID 新冠疫苗加上流感疫苗两种这样子。对，那肺炎疫苗呢，如果没有很特殊的疾病，大部分我们会建议等65岁以上再来接种就好了。那现在65岁以上公费两种都纳入了，我就等65岁以上打。那照目前的研究资料，我一辈子这两种疫苗都只要打一次，那基本上就是可以放心的。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我带大家看见这个接种疫苗的重要性以及要注意事项。那当然了，一定要接种疫苗啊，这样才能好好的保护自己，也好好保护我们的家人。最重要的呢，就是要来接种疫苗。刚刚有任何问题，如果还是不懂的话，其实都可以来询问我们的卫生所或者是医护人员，让自己保持健康，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Bye.